你自己看。
陈忠明仍然依照到新嘅感染落实嘅影响，本国嘅感染同埋死亡人数不足西班牙嘅一半。就算要达到西班牙嘅免疫水平，都有好大嘅差距。群体免疫呢个词汇通常用于每个病人接种嘅范围。喺呢个情况下，需要为大约九成五嘅人群接种疫苗，以保护人群免受病毒嘅感染。本国不过反复因应疫情，推出咗加快外国医生资格认证措施，加快受命。疫情爆发初期，本国医疗系统面对巨大压力。不过，反复相继推出外国医生资历快速认证计划，希望令外国医生尽快喺特定嘅情况下，反对医疗免疫，支援本国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嘅局面。例如，安省免疫推出高计划，允许获得本地医学会快速认证嘅外国医生喺本地医生监管底下进入医院工作。与此同时，省免疫推出同样嘅计划，亚省等多个省份亦都相继推出类似嘅计划。但是至今日，呢计划仍然未完。例如喺安省，只有约24人获得高层嘅认证，而第四省更加只有9个人获得认证。有几个来自外国嘅医生表示，所谓嘅医疗证其实同普通资格审核认证程序及要求几乎完全相同，冇任何简化，导致呢啲计划并冇收到预期嘅效果。目前每个平均会10万人有241个医生，如果计合作与发展组织37个成员国嘅平均水平，系每10万个人有350名医生。关于本国疫情，医生新增认证个案同反应。每日我要求呢个月所有去过其他嘅民众主动接受病毒检测，后者难过就。非常今日新增个案100人，新增死亡7人，其中五名感染病人确诊中，达74人。当局呼吁从7月1号开始，去过所有嘅民众主动接受病毒检测。目前已经有少发生个案，同本地海嘅本身有关。但是當局沒有披露這些酒吧的名稱。當省今日公布的大部分為中個案，新增死亡3人。這些省份發出警告，達成6月25号從墨西哥乘機往溫哥華的航班696的乘客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愛德華王子島今日宣告，一個80幾歲的女性長者確診新冠肺炎，衛生部門正在追蹤密切接觸者。按省政府公開招標，請本地相關機構評估省府疫情應對工作嘅各個方面，包括衞生體系、經濟政策、採購同埋各級政府嘅合作等等。投標截止日期為8月10号。另一條台方面，美國佛州今日個案增加再創新高，印度著名演員一家祖先3代全部染病。美國自己將13个州份嘅新增個案比上個星期有所增加。佛羅里達州今日更加創紀錄，新增咗15300宗個案，累計確診近2000多宗。而位於加州嘅迪士尼樂園已經喺尋日正式開放。總統特朗普前往 Waterloo 國家軍事醫療中心探望副將軍人士，首次喺公開場合戴口罩。佢表示仍然緊要戴口罩，但取決於時間同地點。而喺印度，波利活著名演員
個市嘅地勢空度冷房地啱啱搬到新位置，原來同市中心建立聯繫。如果自首市中透露分別烏克蘭國防嘅737客機油導彈，喺緊張情況下喺零上級確定就自行發射兩枚導彈都係高擊落。最後你解釋點解同喺三位搬到出事位置，只係強調首先導彈發射時客機嘅飛行路線十分正常，則責任全黨導彈單位持正身份。事發時，當地嘅六名軍人已經被捕，當中三名獲保釋，另外三名被拘留。烏克蘭國防部F-5 航機嘅黑盒追捕21交到法國專家手上檢驗。事發之日8號，航機原定由伊朗首都北克南飛烏克蘭首都基輔到本國多倫多，機上176人罹難，包括55名本國公民同30名本國領袖居民及大量同本國有關人士。好多前總理麥克文接受本國傳媒訪問，為如果美國改以民主處理民民方案，或有助打破困局。李英日樂報導。發表新聞復出中國駐美嘅澳洲前總理麥克文接受《Global News》訪問，談及孟晚舟引渡案，佢話有機能將呢兩份片由刑事改為民事案，可見局勢正主動調整喺美國司法部手上。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criminal matter, and just for this, it is the decision to handle the contingency of our fault. But if it's resolved in civil matter before the court, and then it would resolve in some very long time. So, the only thing t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the situation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so. How much I could do for me, what you're facing, I can do it and do. The situation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so.收視圖用許兩人獲釋，做老多仍然拒絕，話咁樣會釋出任意扣押加拿大人，可是即使加拿大政府妥協嘅不報。另一方面，本國傳媒報道華為要求同首相約份信見面，華為希望英方可以將移除華為5G設備嘅限期押後至過咗2025年6月嘅大選。華為已承諾繼續供應2G、3G 同4G 設備作交換條件。英國今年一月准許華為有限度參與5G網絡建設，不過喺美國作出制裁之後，質疑華為未必係可以依靠嘅供應商。本國電台代表楊潮剛喺獲台灣總統蔡英文接見時，因為做起隻腳事主唔尊重，就被中國環球時報嘲笑，佢嚟超明嘅人。台灣總統蔡英文喺聯合國總統辦公室接見楊潮剛嘅女子昨日公開。可以用喬丹挑戰一作坐定，而蔡英文就面開始到自己上下，我諗將呢個啊，將佢嘅身邊嘅同事，係嘛？將佢嘅身邊嘅同事，應該聽明下，但聽唔到時間，就係點解要點解要出聲就要。是啊，你嘅中國再搞中國，中國引述國民黨特首劉作為表示奇怪，呢只作少亦少得。